55岁的王祖贤罕见露面，形象让人不敢相信。看看这位曾经的女神，如今变成什么样了吧？就在最近的这几天，网络上传出了几张王祖贤的最新照片，是他现身外出时被路人拍摄下的画面。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王祖贤在一家火锅店中与好友一起用餐。当拉近距离看过去时，还能看到当时的王祖贤不仅是一个素颜的状态，同时他的样貌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的容貌似乎比起以前除了老了许多之外，还像整过容一般，完全不像了之前的样子。而且他的老态明显，不仅皮肤开始了松弛，同时脸上的那些皱纹虽说在照片中看不到，但也能让人想象到，估计十分的明显了。不过王祖贤的那头长发还是让不少的女性网友们表示了羡慕的，毕竟55岁的年龄下还能保持如此的数量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然后在路人的拍摄之下，王祖贤在那里安心地享用着火锅，他大口地吃着菜，丝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且吃到一半的时候还直接用手擦了下嘴巴，让网友们看到了他在私下时最为真实的一面。只是这位王祖贤对于曾拥有的天然女神称号，如今也抵挡不了岁月的痕迹。毕竟除了这一次的拍摄之外，他在另外的几张照片中也是让人感叹了岁月。记得在之前的时候，网友曾拍摄了其他的照片，也是王祖贤在用餐时被拍摄下来的画面。他当时坐在一个椅子上，正安心地享用着美食。然而他给到别人的感觉却是一个大妈的形象，不仅弯腰驼背的气质全无，而且还翘着二郎腿，甚至在他的腰腹之处还挤出了一大堆的赘肉来。他的那个形象直接让许多的粉丝们表示了滤镜碎掉一地，完全没有了一点女神的形象。不过对于不少的网友们而言，即使王祖贤已经走样了，但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却依旧是一个女神的形象。比如有的人表示了，真的很喜欢王祖贤，55岁还那么年轻，不愧是不老女神。而且有的网友也认为了，谁都会老去的，对于一个优雅老去的人，我们唯有祝福她。甚至还有人表示了，这样才像真实的人，比那些整得像妖怪的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并且王祖贤还被称赞了，虽说已经老去了，但她的头发确实很好，让人看了羡慕。可见不少的网友们还是比较欣赏这位王祖贤的，尊重一位自然老去的艺人。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对于这位王祖贤有什么不同的个人印象呢？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gt, da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ch bin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ist ohne Ehre!